太乙，你不去指挥作战，怎么有空联系我？我要你现在出动。我们约定，我不用参加战斗。就在刚才，风神小队遭到袭击。哼，我是科学家，不会也不想救人。就算这样，四不像飞船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造好的，怎么会？你也不想辛苦设计的战甲、机神都变成太空垃圾吧？ 果然，要挟别人是你的强项。燃灯司令，抓紧时间，我把坐标发你。哼！加油！希望你们能为交集大人奉上一场好戏。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战，来吧！李小张，我马上救你们出来！黑龙通毒，我这就打趴你！刺穿你，刺穿你，压扁你！李小张，李小张，朝死！必胜！大元将！ 很好，不，是我抓。啊！难怪我故意被打中，是为了逮住李小张。李小张，快拉开距离！给我走开！还没完，继续厮杀啊！你闭嘴！ 空瓶，你的话我一句不想听，飞天玄刃！哇！打中了！ 是留下你们下半生物最强的存在，在这空间，我就是绝对的神。这修复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是这空间在为他提供能量，李小张，把他轰出去！这样可以拖慢他的再生速度。原来如此，看我的！ 龙岩，轮天炮！嗯。没用！不，再生速度减慢了。小张。
叛逆。你我上岸。什么？就是力量，你说这个谁懂啊？现在才是最后的决战。李小渣，我让你尝尝绝望的滋味。我已经苦尝得够多了。李小渣。他已经能量耗尽，没法变身。不，我还有最后的能量，那是琳琳的项链。奇怪，我怎么怎么回事？
啊！啊！嗯，动手。是。这是。麻烦了，虫柄能量失控，就要自爆了。不要，救救我！我，好大！这种规模的爆炸，可来不及撤离。风神小队，上来！太乙博士，别废话，赶紧！可是，快点！演员就位，这封神记也该进入下一回了。